请掀开经本262页，262页倒数第四行啊，看经文，这是本经呢这个16观最后的一观啊，这个第16观呢里面也分成3段经文，下品上生，下品中生与下品下生，这个3大段经文。前面这个上辈3品是大心啊，也就是大乘啊，大乘心行善的凡夫。那么善有上中下的3等不同，所以这个上辈有3品。中辈的3品就是中品的3品是小乘行善的凡夫。这个小乘持戒修善也有上中下3等不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前面这个6品呢都是善人啊，都是善人往生的。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以下，这是下品3种往生啊，都是造作罪业的凡夫。造作罪业也有轻重不相同，这个罪业轻的就是下品上生，罪业重一点的呢就是下品中生，极重罪业的这是下品下生。观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事实，一切造作罪恶的众生没有不能往生的啊。我们对于这一章经文要特别留意啊，因为我们自己很冷静地想一想，虽然说行善了，我们依旧造了很多罪业，这个罪业有的是有心造的，有的是无心造的，不论有心无心的，总而言之我们所造的恶业比我们的善行要来得多，要来得严重。换一句话说，前面所说的那些人，他纵然没有念佛求生净土啊，都不会堕恶道。这个下品3种人如果不能往生，是决定堕三恶道啊，这个是应当要知道的。所以
我们自己过去生中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造的恶业太多啊，我们要仔细看看这一段经文里面根据什么样的理论，什么方法修持决定得生啊。所以在这个整个观经里头，这一章对我们来讲是极为重要的啊。我们看经文啊，佛告阿难解围提西，这是一个大段的开端，佛教着当机，也是特别提醒我们的注意。下品上生者，先把往生品位给我们确定，这是下品上生的。那么哪些人呢？或有众生作众恶业啊，这是或者是一些众生呢造作恶业的啊，造作恶业众生，虽不诽谤方等经典啊，方等经典是指的大乘经论啊，虽然他没有诽谤大乘经论，没有造谤佛的罪业，如此愚人多造恶法，无有惭愧啊。这虽然没有诽谤三宝，但是这个人愚痴。为什么愚痴呢？他在这个世间作恶，聪明人决定不作恶，只有愚痴人才会造种种的恶业。造作恶业没有惭愧之心，惭愧是内也，这个一般常人呢，说是做了亏心的事情了，这个心会不安，我们讲受良心的责备啊，心里不安。这种人造作罪业，没有这个现象啊，他没有这个色心的，这个没有后悔的这个念头。第二呢，一些人造作罪业的，怕舆论的制裁啊，别人对他的批评，那么他听了也不在乎，恶业照样做，这个叫无有惭愧。那么就是我们俗话讲啊，这个人已经丧失了天良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无恶不造啊，这是说这一类的这个造作的恶业。这个注解里面呢，希望同学们自己去看，我们再看这个经文。宁欲宗时欲善知识，
为说大乘十二部经首啊，十二部经首提名词。译文如是注经名故，除却千劫集中物业。我们在平常啊，确确实实是无法体会这个佛经灭罪的功效，真真不可思议。大乘十二部经，这个十二部并不是讲的十二本啊，十二个部头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佛讲经的题材分为十二种啊，比如大家常常听到的这个经文有长行啊，长行是一类啊，是一种偈颂啊，又是一种咒语啊，那这就第三种啊，像《弥陀经》这无问自说呢，这又是一种啊，所以总共啊有十二种的方式。49年所说一切经论，总无出这十二种方式，后人称为十二部经，也称为十二分教。啊，这个十二分教啊，跟此地讲的十二部经呢，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这个就是大乘一切经典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大乘经灭罪的功德非常之大，他这个临命终啊，这才闻到佛法啊，才遇到善知识。临终的时候时间很短了，讲经来不及了，只念经体，念经体就能灭千劫集中我也。所以在日本，就日本宗教啊，就是读到这些地方啊，哦，这个经名字啊，这个灭罪功德这么大，所以他们就念经体啊，在日本人很流行这个南无妙法莲华经啊，一天到晚念南无妙法莲华经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样，你看经受名字，哦，他就能够灭罪了啊。何况读全部的经文啊，何况能够理解这个经义，依教修行，那个功德就更大，更不可思议了。临终才闻道，智者佛教合掌插手啊，诸位要知道，前面呢叫他念大乘经经名，作用是灭罪啊，就是我们俗话讲啊，帮助他消业障啊，啊，帮他消业障。这个智者就是前面讲的善知识啊，善知识有智慧，善知识了解正法啊，在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教导他啊，叫他合掌插手啊，插手也是合掌的意思啊，不过没有像合掌那么样的端庄啊，这个端重啊，这叫合掌。
比较随便一点、放逸一点的，这就叫差手，啊，差手没有合掌这么样的庄严，啊，比较随便一点，啊，这都是表恭敬心。称南无阿弥陀佛，称佛名故，除五十劫生死之罪。这个地方大家就明了了。所以古人常讲啊，念经不如念咒啊，念咒不如念佛啊，一切极重的罪业，所有经咒都消不了了，这一句佛号能够消除。所以佛号是灭罪消业障最有效的方法。如果你要怀疑呢，那就不行了，啊，那你是这个障碍啊，不能说是这个佛号啊，没有效果。殊不知障碍在自己这一边，啊，你疑惑，对于佛号不产生信心，那么你得念这句佛号，当然也能消业障，所消业障很有限，啊，那么同学也需要问了，我们怎样念这句佛号才达到真实消业障的效果呢？我们在大乘经，在净宗三经里面，知道了这个事实，得到了这个消息，原来这个效果决定在信愿之有无啊。藕益大师在要解上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对于这一句佛号有坚定的信心，有真实的愿心，愿见弥陀，愿生极乐，随着你信愿力量的大小，消除你的罪障。你的信愿力量是无比的强大，那么你无始劫所造极重的罪业都消除了。如果对这个佛号没有信心，没有愿心，人家念呢我也跟着念，这样啊，这一句佛号啊，消业障的效果就很小，啊，就不大了，啊，所以你要问，啊，为什么别人念佛能消业障，我念佛念了很久了，念了多少年了，业障也没消除，啊，真正的原因，还是在心里，啊，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啊。这里讲的是除五十一劫生死重罪呀，啊，嗯，二是彼佛即前化佛，化观世音，化大势至，至行者前，赞也：善男子，一如称佛名故，诸罪消灭，我来引汝。作是欲以
行者即见化佛光明，遍满其实，见以欢喜，即便命中，成宝莲花，随化佛后生宝池中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说明这一个造作轻罪之人啊，他造的罪不很重啊，造作的是轻罪，往生的状况啊。那么这一段文里面一共说了六桩事情啊，这个善导大师在注解里面说得很清楚，我们翻开这个注解，在264面最后一行啊，从当中看起啊，这是说明这个造恶的人呢，临终遇到善知识，知道这个法门，立刻呢就欢喜接受啊。假如他不能接受啊，那也没有用处啊。那么在此地，这个就是下三品啊，下三品都是造作罪业的。造作罪业的人能往生是非常稀有，非常的难得，绝对不是偶然的，也决定没有侥幸的，所以这一点同修们要特别注意，否则的话怕堕了这个第16关呢，升起一个侥幸的心理，现在造罪不要紧啊，临命终时还来得及啊，你要存这个心理呢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，那就错了了啊。它难在哪个地方呢？诸位要想细细想想啊，真的10000人当中难得一个人。第一个条件，这个造恶的人临终的时候啊，头脑很清楚，不迷惑不颠倒啊，这个条件就相当不容易啊，这是这个条件是必须要具足的。临终时人事不行了，遇到善知识没有用处啊，你纵然劝他念佛，也不晓得他有没有听到，也不晓得他有没有跟着念，那全是个问号啊，未知数啊，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问他一句他答一句，答得很正确没有错，要这么样的清楚。第二呢，在这个关头啊，遇到一个念佛的善友啊，劝他念阿弥陀佛，劝他求生净土，这个也很难的 啊在这个关头上遇到一个念佛人啊，而且对念佛法门呢很明了你还得很有点功夫，很有信心，这才能教导他啊，劝导他。第三个条件呢，他听了之后啊，他马上就能够接受，
因为他不能再思维了，来不及了，他受快要死了啊，所以听了之后立刻就能够现受，立刻就能奉行啊，就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不中断呢，一直念到断气啊，这个福祸是尽念相继，他真的相继，他没有中断吧。要具足这三个条件才真的往生了，可见这三个条件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啊。因此那么这些念佛人那怎么会这三个条件都遇到了呢？诸位要知道，他是过去生中啊曾经修学这个法门很久，善根非常深厚，而是在这一生当中迷惑了，造了罪业啊，身形没有遇到善知识，所接触的都是恶知识啊，遇不到善缘，临命终时善根发现，遇到善友，凭着过去生中的福报，这一生当中临终时候心不颠倒，这才能成就啊。所以晓得这个真正的不是侥幸，不是容易事情啊。我们知道这个事实，绝不能存侥幸之心啊，应当认真努力断恶修善啊。那么我们断恶修善往生，品位不在下三品啊，最低限度也是中品下生，中品中生啊。我们到西方世界最少是这么一个品位，由此可知九品确确实实都是凡夫，实在是因为这些凡夫欲缘不同而有九品差别，这个说法真正符合阿弥陀佛普度众生的意愿啊，阿弥陀佛的意思，他的愿望啊。所以我们遇到大乘的善知识，我们的心量也大了，我们也晓得应该怎么修法了啊。遇到小乘善知识，那修的是戒善啊，戒律清净啊，持戒清净，修的是戒善。证实了真的是语言不同啊，而有九品的差别。那么这段文里面给我们讲了六章事情，第一个是宁言不久啊，是在他将要断气之前不久的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时候遇到善知识啊。第二呢，或遇往生善知识，这个善知识一定要劝他念阿弥陀佛，要劝他求生净土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开始啊。说实在的话，这个大乘经受提名字念不念没有关系啊，你看念大乘经经体消的罪业是千劫重罪啊，千劫重罪啊。那念佛号呢，消50亿劫生死之罪，这极重的罪业了。
那没有劝他念大乘经题，就直接劝他念阿弥陀佛，那消的罪业岂不是更多了吗？啊，何必先要念经题然后再念佛了，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那来不及了。啊，佛在此地是说这个大乘受经题做一个比较，啊，才知道啊这个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，所以一定要劝这个要劝人呢求生净土啊。那么第三呢，这是说明善人呢为赞重经啊，这个是唱经题呀，就是赞叹大乘经。这个第四段呢是说他听了经灭罪，这个听经题有灭罪的功德。这点这个是鸠罗什大师啊，这个大师真的是非常聪明，非常有智慧，他翻译弥陀经呢就用阿弥陀佛做经题，这很不可思议啊！其实弥陀经的经题不是佛的名号啊，那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，经题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，这个才是他的经题啊！啊，可见的罗什大师用阿弥陀佛名号来做经题，这一个经题，那也消这个跟这个经上讲的消50亿劫生死之罪了，那跟普通的经题不一样。啊，普通经题念南无妙法莲华经、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，那个灭罪的效果都是千劫生死之罪啊，重罪啊，唯独阿弥陀佛的名号灭罪不可思议啊，这是古德了用佛号做经题呀、啊。有它很深的意思啊。那么在人临终的时候，实实在在讲，跟他说法越简单越好，越扼要越好，不能讲得太长，不能说得太多啊，那个时候通通都来不及了啊，真是简要详明啊，说得清楚，说得明白，简单扼要啊。那么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无比的殊胜，他听了佛号就能够啊灭50亿劫生死重罪。这个地方讲500万劫，我们是以经为准啊，以经为准啊。这个注解有的时候抄写错误啊，有的时候啊说漏了的，这个是可能的，一定要以经为准。下面大师啊假设一个问答，显示这一段最重要的意思。是问语：何故文经12部，但除罪千劫？称佛一生
皆除罪500万劫者何意也？确实有不少人读到这一段文会产生这个疑问，一如果不把它断掉，都会造成行门功夫上的障碍啊，这个障碍如果严重啊，会障碍到往生啊，障碍的往生。那个不严重啊，也可能叫你生到边地啊，实在讲边地也不错啊，我们也不能把边地看清啊，边地只不过的时候是生到那里500年不能见佛闻法而已啊，那个500年是我们人间的500年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啊，哎呀500年也算不了什么了，是吧？这个我们要知道。这个大呢，造罪之人障重，这是真的，他的业障比别人重。加以死苦来比，业障虽然重啊，怕死啊。啊，这个在病重的关头，眼看着就要死了，啊，就怕死。啊，为了怕死，这个时候要听到佛法的时候，他的心就格外的专心，专注。善人虽说多经，参受之心浮散了。啊，善知识虽然跟他讲这个经讲那个经，这个时候他心是散乱，听不进去。尤其是说多了啊，他抓不到重点。啊，因此他这个除罪的力量就少。有心善故，除罪稍轻。啊，佛的名号啊，名号简单，名号很短。啊，特别在这个时候，真的六字不如四字，四个字就更短了。啊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两个字都不要了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智持名号，名号就四个字，南无是恭敬的意思，是皈依的意思。啊，这个时候这些客气话都可以免掉了。莲池大师在晚年念佛呢，就念四个字。所以有人问他了，这个记载在《住创随笔》，有记载，《住创随笔》是他老人家自己的笔记。有人曾经问他，问他怎样教别人念佛？他说：“我教别人念佛了，念六个字，南无阿弥陀佛。”人家就问他了：“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呢？”我自己念四个字，啊，阿弥陀佛，念四个字。这人家就奇怪了：为什么你教别人念六个字，自己念四个字呢？莲池大师就说：“我这一生决定
要求生净土。这客气话就不要说了，我教别人呢，别人未必真心求生净土啊，那加一个皈依，加个恭敬呢，这个好啊，啊，恭敬阿弥陀佛，礼拜阿弥陀佛，皈依阿弥陀佛，那么有这么多意思在里头，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嘛，啊，这一生不能往生呢，等待来生呢，多生多劫以后，啊，再发了真实心，啊，还能够得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果坚定信心，决定在这一生求生，那就像莲池大师一样，四个字就好了，啊，就不必六个字了，啊，决定求生，啊，所以你看这个名号是越简单越容易，佛名是一。既能摄善一住心，啊，确确实实它这个功能是把散乱的心啊归一了，就达到一心不乱了，有这个效果啊，尤其是在临命终的时候啊，生死关头，这个时候的心比平常人的心呢要恳切太多啊，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比的，所以他听到佛名他就能收心，这个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，这叫受信。佛教令正念成名，由心重固，即能除罪堕劫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在这里我们带一个结论：灭罪多少啊，全在这个能念的心，是专还是散？如果是真诚专念，那个灭罪的效果就大了；如果有怀疑、散乱，那个灭罪的力量就小了。这我们在这里得到这么一个结论的，所以这一段文呢非常重要啊，我们念佛人不能够不明了。下面经文是说临终时佛来迎接的场面，请看经文啊，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啊，这个善导大师的讲解非常的精彩啊，文在263面第二行啊，我们接着念。而是彼佛，彼佛是阿弥陀佛，借千化佛，化观世音，化大势至，啊，这个是三身化身来迎接，啊，诸位要知道，化佛跟真佛无二无别，啊，那么至行者前，啊，到这个往生的这个人前面。赞叹他，善男子，如意称佛名故啊，因为你念佛求愿往生，你现在的一切罪呀灭了，
我乃淫妇啊，这个地方还有意思，我们留在底下再来解释。作事于矣，就讲完这个话了，这个人就见到化佛光明啊，见到佛光，佛光遍满其室啊，他这个房间里面一片光明，见到之后生欢喜心啊，这就命中了啊，这就跟佛走了，走了啊，这叫命中啊。对我们这个世界上来讲，他命中了，在他呢跟佛走了啊，称宝莲花，随化佛后生宝池中，七宝池中。我们看这一段，这一段里面讲了六桩事情啊。善导大师的开示在265面最后一行啊，265面最后一行啊，这既有其六，就是有六桩事情。第一桩说明行者正称名时啊，就是这个人正在念佛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就派遣化佛来迎接他啊，化众啊应身来现。那么这是说明感应道交非常的快速，我们这个世间一举一动起心动念，佛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你不要怀疑，哎呦，十方世界念佛人那么多，佛恐怕把我忘掉了，把我看漏掉了，那这个事情不就麻烦了吗？其实佛没有把你看漏掉，没有忘掉，是你自己怀疑啊。这怀疑能不能去呢？还是能去，升到一尘，升到边地，那这个麻烦就大了。所以对于佛的这个智慧顿能要有决定的信心啊，设方无量无边世界无量无边众生同时往生，佛与观音实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一个也没搞错啊，来接引的时候一个也没有漏掉。我们对这个事实要肯定，要有坚定的信心啊，这个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往生的大利益啊，这个是感应不可思议。那么第二呢，说明三圣的化身，跟就念佛人见了面之后赞叹他念佛的功德。第三点呢，说明所闻化赞，化是化佛化菩萨，赞叹这个人但数称佛之功，我来引入。前面善知识跟他讲那些大乘经啊，跟他讲那些开示啊，就是我们现在临终的时候跟他讲开示啊，跟他讲一点呢。这个化佛来引呢，没有提开示的事情，那讲开示没提。不论文经之事，没有说这个事情。这个也是要紧。
然忘乎愿意者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忘佛的愿，佛的意思，佛的愿，佛的意思到底在哪里呢？唯劝正念成名，这一点意思重要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人在临命终时劝他念佛，重过将大乘经义开导，重过啊。我们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晓得，不必讲开始，希望他多念几声佛号啊。讲开始虽然能灭罪呀，灭得少啊，这个念佛的时候好句句都能念五十亿劫生死重罪，你岂不是帮了他大忙吗？何必在这个时候耽误他时间呢？啊，所以这一段文重要啊。我们在这里真正了解佛的意思，佛的愿望就是叫你念这个名号啊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所以唯劝正念成名，往生易极啊，就是快速啊。不同杂善之业，如此经及诸部中，处处广叹，劝令称名，将为要义也。因此，这个要是重要啊，也是利益了，最重要的利益了，我们应该要想的。啊，佛在三经上，在所有大乘经上，专讲念佛往生功德的是这个净土三经，在讲一切经中附带赞叹念佛往生这个利益的，那就太多太多了啊，总有几百种经之多啊。这个是佛在讲经的时候常常来赞叹啊。啊，这个就是讲处处广叹，劝令持名啊，劝我们念佛，可见的念佛真的是重要啊，是最重要的利益。第四点呢，是说明寄蒙化中告急啊，这个化中就是化佛化菩萨啊，三圣的化身，把这个重要的修学方法、殊胜的功德利益告诉他了，他就见到光明遍照了啊，就见到光明了。病人躺在床上，佛光一照啊，好像房子都没有了啊，这个墙垣也没有了啊，在什么，在空中一样啊。佛光一照的时候，所有一切障碍都没有。这个人本来有病啊，那病也没有了；本来有业障，业障也没有了。在这个地方，诸位同学要特别记住，罪障的样子是什么？怎么晓得那个业障消除了？
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，哎，业障好重啊！啊，要求着消业障啊！啊，哪个地方有拜忏的，就拜个梁皇，拜个水忏，拜个大悲忏，业障就消掉了。啊，去拜了之后，回来看看业障是不是真消了呢？实在说的，什么是业障不晓得，拜了之后到底消了有没有消也不知道，这样糊里糊涂懵懵懂懂的学佛了，那很难成就啊。所以一定要晓得业障是什么，业障从哪里来的。佛在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业障的来源，业障的根本，处现品上所说的，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嘛，跟佛完全一样嘛，智慧也一样，德能也一样，没有差别。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这一句话呢，把那个业障的根说出来了。业障是什么呢？妄想执着啊，这个就叫业障啊。妄想辗转辗转的就变成了所执障，这成障碍了。执着这辗转辗转就变成了烦恼障，所以这业障就是妄想烦恼啊。那我们消业障，我们去拜个忏，拜回来之后烦恼是不是没有了呢？妄想也没有了，那还有效。哎，恭喜你，你业障真的消除了。如果拜完之后照样打妄想，还是烦恼重重，你业障没消掉吧。这个临命终念佛人，他那个业障为什么消除得这么快呢？因为他要救命了，他这个心情跟我们的心情不一样啊！啊，他着急啊，要赶快呀！啊，所以他的心呢专，他的心一。一句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接着这个念下去，这一句阿弥陀佛里头确确实实没有妄想，没有执着，他是真的把业障消除掉的啊！一直把佛念来，这感应道教，他真的业障消除了，佛来了，这佛光一照，一加持。功力啊，稳固稳定的。那所以功力稳定呢，就是这个烦恼妄想啊，不再起现行。啊，这是佛力加持的。虽然有烦恼、有妄想、有业障，它不起作用的。啊，扶住了。啊，自己的信念扶住了。佛的光明威神加持帮他扶住了，这样才往生的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所以念佛不能不专啊，念经不能不诚啊，真诚的去念啊。当我们念这部经的时候啊，像我们平常念无量寿经，
《无量寿经》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大概要一个小时。念快的人可以念半个小时，不要念得太快。念一个小时好，念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在这一个小时当中，不起妄想，不起烦恼，你这一部经呢，就是真的消了业障。天天念，常常念，那个妄想自然少了，烦恼自然也少了。这就是你业障消除的现象，你自己会觉得，觉得什么呢？心里很快乐。我们现在讲一般讲压力，压力少了，钱少了，没有了，身心很轻快，这个头脑很清楚，从前做事都是糊里糊涂的，现在很明白，很清楚。这个就是业障消除的现象，智慧增长的现象。从前听话，听人讲话不晓得什么意思，现在一听就知道。这都是业障消除的现象啊！从前人家讲好话听不进去，坏话一听就懂，是。现在呢，听好话能听得懂，能听得进去。这都是业障消除的现象啊！所以你要不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，盲修瞎练，那就很难了，那个成就就相当不容易了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！这个念阿弥陀佛，念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。我这些年讲了很多遍了，常常告诉大家了，《无量寿经》是八乘经典里面的第一经的，经体能灭千亿罪呀，千劫罪呀。《无量寿经》的经体跟其他经体不一样，为什么呢？《无量寿经》上经题有阿弥陀佛名号在呀。那也是同学要问了，现在这个《无量寿经》的经题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这里头没有阿弥陀佛啊。这个里头阿弥陀佛说了两次，无量寿是阿弥陀佛，无量寿佛，清净平等觉是阿弥陀佛的别号啊。所以这个题目念一遍呢，就念了两声阿弥陀佛了。你才晓得这个经首的题目跟其他大乘经的题目、经首题目啊，那不能一概而论呐。这个灭罪的功德不可思议。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劝大家了，劝你去读诵所以这是在行文当中。特别是在现代现代人，现代这个社会受持这部经的效果是非常的快速，非常有效那么再看底下第五五呢，是说明借蒙光照报名寻踪，这个佛光一照他就跟佛走了活着往生这一点大家要记住，要明了，往生决定是活着往生的
而不是死了往生，是往生之后这个身体不要了，丢掉了。我们看这个身体啊，他死了，其实人家没有死，走了，身体不要了。